刚睡醒，晚安。Hello，Hello， 晚安大家。到累累的，因为今天早上还有练习。谢谢，至少还有照片，不然我没有拍照，你们就一辈子都不用看到。一辈子。照顾没抽中的人，原来人生中只有这一次，不知道下次会不会，下次应该没有吧。会员限定，只是会员限定的啊，会员限定的奖励，应该，应该会到的，到处都是。早安，早安，晚安。我吃晚餐，我睡到6:50，睡到6:50，这人就是我。晚上好哦。10分钟上妆，没有，因为早上要练习，所以早上就化好。超商的，对，我忘记好像是 Seven 的吧。加油！谢谢礼物。后面在下雨，又在下雨。到留言呼叫，以为今天会休息，为什么？化妆睡不会不舒服，还好啦，又不是睡一整天，我就也就睡5点到6点而已。哎。他在外面听也可以吗？满意吗？发型用蛮久的，因为要一样真的是很难。今天播到9点，
凌晨限动，我凌晨画那个画到两点，是不是很没有意义？还好我是下午场。萝卜糕。夜猫子我也就两天比较晚，然后发个现实动态就说我夜猫子。跟美玲去睡觉是因为她太晚睡，她就起不来，她就听不到闹钟，所以我怕她会起不来。萨库拉，我不是萨库拉。淡淡的爱上，隔了一道墙，体力真好。体力不好，体力不好才会喘。那我下次跳小力一点，我就不会喘。我跳小力一点，我就不会喘。我跟你讲，我跳小力一点，我可以跳。跳完十首都不会喘。太久没演出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们练习好歹也是一次跳四首，一次跳三首。滑水行吗？我像是那个啾啾啾，我只有离开地面这样子。跟你讲，我超不喘这样子。加入龙舟店，龙舟队，龙舟队真的又没有什么差，我觉得应该要跑步比较有用。怎么增加肺活量？怎么增加肺活量？仰卧起坐唱歌，有用吗？不然就是用尽全力跳，然后喘个半死这样子，喘个半死就是无法呼吸，喘到自己无法呼吸。龙舟队是吐槽，为什么？增加肺活量，应该会啊。唱歌可能有，可是仰卧起坐唱歌才会用到力啊。不然唱歌就是这样唱。平板撑唱歌，不喜欢平板，因为很累。我可以撑着肚子就好，其实也没有要仰卧起坐，只是仰着，然后没有想要起坐这个动作。不是啊，我没有打算要动的意思。盯着那种，这样，就这样。
不想，现在吃东西不想要做这个动作，哎，仰卧唱歌，我直接坐在，我直接躺在地上 NC 这样子。嗨，看起来根本问号，你给我下去，你给我下去地板，你给我躺一下，你躺十秒就好。我的胃会抽筋，我胃会不舒服。我的胃是最有毛病的一个地方，它很难搞。我昨天啥都没吃，我昨天就喝，我昨天整天喝了一罐能量饮料，然后我就到晚上，我就眼靠着那瓶能量饮料撑到晚上。今天的早餐也是能量饮料，不然可能懒得吃饭。有啊，昨天虽然有便当，但是我完全没有打开它，我是全新的，我连打开都没有打开，我就把它归还回去。对，我昨天就靠那一罐能量饮料，我喝了一罐，喝了一杯，没有，就是那个、啊、果冻。不，没有胃口，完全没有胃口。想打开便当的动力都没有。也太想，我真的觉得蛮有用的。但可是有时候表演前，就是会怎么说？你穿上高跟鞋，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的腿没有力，就是会一直抖，然后很慌，然后整个人就是站不稳。然后我昨天意外的很稳，所以我想说应该是能量饮料的关系吧。看直播，啥都不想吃，真的啥都不想吃，而且偏偏怎么说，便当又有油，就不太想吃。能量饮料这么厉害吗？还是是心理因素？心理因素。我不知道，之前就是彩排什么的，就穿，然后你就是整个人这样晃来晃去。好吧，那我还是以后都喝一罐就好。可是那一罐要38块，很贵，很贵，38块很贵。便当菜色不得我心。就是便当有这么强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可是我觉得，既然我都靠那一罐撑完一天了，我应该不会怎样。对，我早上11点还是几点？2点。哦，因为我1点多到公司，所以我1点多吃的。我爱吃饭，那也要我想吃，想吃再吃。肾上腺素，肾上腺素。不知道，反正我觉得我昨天状态很好。我不是说那个状态，就是身体状态很好。我觉得昨天的我很健康。
那蛮牛的。你都喝什么口味？我喜欢水蜜桃，可是水蜜桃是胶原蛋白。我昨天就想说，不行，我要买比较有用的，所以我买了蓝色。我买了蓝色跟绿色的，什么能量跟维生素。觉得这已经心理状态很好，我心理状态一直都很好。果冻状，对。其实那种什么提神饮料，我反而觉得不知道有没有用。提神饮料感觉就没什么用，就只是提神而已。找林依代言，一边看直播一边上公车，忘记戴口罩。那个全车上的人都会看着你一人，还不戴口罩，再不戴口罩，不行。被赶下车，尴尬被赶下车，被提醒戴口罩是蛮丢脸。还好我还没有被提醒过，我都有记得戴。老板，我一直切不开这个。提神饮料没什么用，真的。秒睡，mini con的海报什么意思？mini con的海报，那你要问工作人员，他们选。听说今天是那个。会员投票的最后一天，时间过得真快。反正我个人就觉得，有赢就开心，没赢就没关系。我还是很好奇第四单到底是什么。我想知道第四单是什么。也是佛系，我佛系啊，因为，但我也不知道会不会，因为那还没说吗？虽然大家一直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准备四单，一直觉得我们好像在练习四单，什么都没有，我真的是不知道该如何。我现在跟你们一模一样，我知道收入其实奔跑吧，弃了。什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们能做的事就是拉票。我们除了拉票，我们已经没有事可以做。意外的还不知道，对啊，大家是不是？大家都以为我们知道，现在都以为我们知道，究竟什么时候会出来？大概会跟一单的时候吧。我们跟你们一起知道，钱包捐松了一口，这是什么口味？芋头，不喜欢芋头，可以不要吃吗？最近还很安全，最近还很安全，什么意思？芋头糕。他刚刚讲了，但是我忘记了，忘记叫什么。蔡桃贵跟另外一个叫做是蚵仔贵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听清楚。反正这吃起来是芋头味，不喜欢芋头，先撤掉。
太木能，拜托不要太快出。为什么你会员买太多，现在没有钱是不是？我拿个水，各位。哎呦，他几百年没喝水，几百年没喝水。哦，贵，哦贵，好像是哦贵是吗？太好贵，现在颜值是我有点不晓得，完全无法。你应该吃，我刚刚在吃萝卜糕，对啊，它有两个，它有两种。上一次喝前一周，上一次喝大概是昨天 mini concert 跟前天喝了那个生日会的城市啊，生日会的那个幸福水水，各一罐。然后还有那个。还有林果拍的那张照片，我拿着饮料，然后还有这么大罐，那就是我那一天的水分。幸福水水还在，真的是太少了，太少了。今天本来想说，哦，好渴哦，好想要喝水哦，但是我没有买，所以就算了。这么世界的水，不然久了就重来，久了又在睡觉，两口就没了，不止吧，是你们两口太大个。今天很好大罐，我每次都开，因为家里只有这么大罐，然后开了我就喝不完。痛，打了一个很痛的嗝，死掉。好，谢谢阿奥讲的 love。我要做什么？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才600毫升，没有很多。它看起来就很多，它看起来就很多。我真的觉得我需要一个管子，然后就插着，然后就想喝的时候就可以喝。昨天很累，昨天意外的还好，昨天意外的还好。但是怎么说，你只要让我休息，我就不会想要再动。就是一休息我就不想要再跳，还好昨天都很忙，都接满满的，换完衣服就开始跳这样子。不然其实我们昨天彩排前的时候要跳，然后就觉得哦手举不起来，我觉得我今天跳不起来，全身酸痛。不能停，停了就不会动，停了就不会动。你知道 ，sorry， 没关系。不要停都不会累，真的是不要停都不会累。跟今天练习差不多，然后练完然后来，fair flow 先跳，然后我就坐下之后，等到跳完之后，来 ，sakura 直跳，怎么办？我还不想跳。可以让我们先跳吗？今天这样有点起，对啊，我今天7点就起床，对，然后我们昨天有去吃饭，全身酸痛 ing， 坐下就累，坐下就累，而且坐下会瞬间忘记很多东西。今天跟 Daisy 没有，全部都一起 ，Bear Frog 也在，他们练到11点。谢谢坤坤的童花饼。谢谢坤坤的礼物，他们结束了吗？为什么都没有人发动态？还是还没结束？
听说我们昨天好像玩了半个小时。还没结束，还没结束，结束了，还在收拾。结束了。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，就是好像刚刚还在想，今天应该可以讲很多东西吧，结果就瞬间又消失记忆，我现在没有记忆。出现就是结束了，出现就是结束了，半小时，听说好像有晚半小时，是吗？7:30结束，我只知道有 delay。谢谢季风亮的童花伞，嗨嗨咪鼠，咪鼠，谢谢新君万谢乐，话说昨天只有我是在场唯一一个有法事的。而且偏偏是那种非常高调，然后非常显眼的法师。为什么只有我有法师？为什么只有我有法师？是本来就只有我有法师？因为我是灵啊，因为。二单制服，二单制服好像只有5个人有法师的样子。可爱，谢谢。没有法师根本找不到林真的。我一直很担心他会就是跳到一半然后炸开，然后我弄了超多发夹，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不会用小黑夹的，所以我对我自己的技术很没有信心，然后插了超多根。这么少，对，二弹好像只有5个人有，阿悲桑、我、小迪、雨晴、平涵5个，啊，诗雅，这样有6个是吗？相信协助你的，谢谢咸鱼的告白气球，怎么不干脆加钱？协助我们的姐姐，没有，我自己用的、啊，协助我们的姐姐。全部谢谢，干脆加钱，什么意思？真的找不到，都在其他组。完全靠自己，完全靠自己。我帮雨露绑了头发，帮诗雨绑了头发。帮齐慧绑了头发，帮易云绑了头发，一直忘记改买马甲。谢谢新之冠，没有造型师姐姐，昨天没有哎、欸，今天应该也没有。自己弄发型，这是有被补眼妆吗？没有，但是他有确认。原子组有来确认。嗯，眼线 OK， OK， 哈哈，我就哦，好好，副业造型师，谢谢油桐花，威严庄重什么意思？审查过。已经够亮了，够亮了，不用再加。谢谢 Love。谢谢 Akira 的新之冠，对，
昨天就是各种绑，帮别人绑辫子，被捕跟踪，对，会被捕跟踪。现在看看的油桐花，油桐花。他们盯着二七三，他们盯着二七三。谢谢 Plus 的新之冠，新之冠，新之冠。大家觉得昨天如何？除了很棒、很好以外，很可爱。以外，他想弄头发，所以很会绑辫。就想说，反正就编个发，也没有特别难。就如果他们是绑辫发，就帮他们弄。讲不好，你又没有来看，都被我讲了。我要听真实的意见，我要意见。练习很久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彩排的才是跳的最好的，我真的觉得我们彩排是跳的最好的。我们有三次，第一次是那个验收，就是总验收，那一次是超惨，然后第二次彩排是超好，然后这一次是普普这样子普普演心之吻，还蛮最好，就是配合的好，至少没跳错舞。我没有跳错，但是我有看到有人跳错，用我的眼睛盯着他，盯着他的背影。没关注没关系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还是有人跳错？有啊，要爆料不行，我爆料他会玻璃心，所以我不能爆料。我答应他我不能爆料，所以我不爆料。你们有看到的就知道，还是你们滤镜开很大，然后我消失，自己把那个记忆消除那样子。怕的是祖祖对吗？祖祖不会啊，祖祖永远都在我旁边，不然就在后面，所以我根本看不到他。在我前面的人，看着林一没有时间看别人，玻璃心，要打翻几只？没有，会不会其实很多人跳出？应该还是有吧，就是小错的，就是哦很小错，但是大错我就，小错还好，小错的话还好，但是我现在在说的是那个大，好，不说，有大错，好吧，你们应该就是那个吧，就是自我消除记忆。刚刚马友唱没来走错，谢谢阿尔法成为粉丝的二级会员，谢谢阿尔法的带你去流浪。你是真的有累到？没有，我只是突然脑子一片空白，所以我只能先叹气，先叹气一下。每次 MC 就是非常的沉重，先让我打起精神。谢谢新颖的新之冠，国术的诚实汇报，什么诚实汇报？整理真的很难，多半看到自己推。谁看得到村里头？叹气舒缓情绪，对，我要叹气。都是小错，这要检讨，这要检讨。我昨天讲过，这个人要检讨，他现在检讨，他现在要玻璃心。唱完秋秋，感觉你唱完，但诗雨感觉好这个我要辩解。因为我认真的唱，认真的跳，我用尽我的生命在跳啾啾啾，所以很喘。
只是没有彩排船哦，真的没有彩排船。彩排真的是我连唱都唱不出来的船。真的不是我体力不好，我可以体，我体力是可以这样喘半首喘半天的时候可以跳四首，我飞起来跟你跳，我跟你讲，绝对不会休息，就算我喘到爆，我也不会休息，喘到爆也不会休息，就是越喘越好。用生命在跳，飞起来！我真的是，你知道前三首跳到 Only Today 的时候，副歌我真的是觉得我快要死在那个现场，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飞起来，我就觉得我的大腿快要爆炸，但是我要飞起来。就是说没有跳的太认真，什么意思？上班偷看你的直播，你现在也是体力跳的。我个人觉得我在 Unisagra 的体力是算好的，我应该可以在前三。跳得很使劲，飞起来，我认真飞起来。而且我觉得我习惯，就是。其实彩排的时候，跳完三首就是，就是那种GG，然后这个人就是好累、好热，那个汗就是这样像瀑布一样。其实昨天也有啦，只是就比较是闷的。那个自我介绍的那个灯真的很热，我就觉得好热，真是受不了。谢谢吉米桌的枫叶，老妖仔，老妖仔，诗雨也是老妖，诗雨真的是，诗雨的腰应该比阿潘还要老。夏天的可能，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会，舞美剧院在这么热，我们应该受不了。就是觉得灯热，对。其实跳前三首没有感觉，但是你一停下来，你就会感受到那个超热，就是停下来就是超热。然后我每次练习完，然后超热的时候，我都会在那个原地绕圈，因为我想要有风，因为站着就很热。是燃烧腰了，是真的是老腰哎、欸。灯光太强。其实，比如说，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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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个部分，就是这部分，它就比人家硬了好几倍，你知道吗？硬了好几倍。就是我觉得。怎么可以这么硬？就是感觉就是会整个人很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腰真的这么硬的话，阿潘跳两趟，阿潘老腰。又南神山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下午场还貌似在 Daisy 开花，体验一下老腰。可是老腰真的是。是改不了的东西吗？我蛮希望他有办法，有办法让他的腰不要这么老。因为太多动作需要用到腰了。这种挺腰要折起来的那种动作，就是没办法折起来。怎么保养？就是你就慢慢每天你就在房间下腰这样。虽然我应该我好久没有下了，应该下不去，但是多多少少有用。
觉得比较不用腰力了，但是 reset 其实是 reset 的歌单其实超多需要腰力，你知道吗？自己练自己习惯，要用到腰。我现在就是后面那条脊椎很痛，我觉得是我用太大力，就是太大力，然后就是不知道是哪根筋歪掉，就觉得很痛。就下腰吗？可以用别的方式弯下去就好了。怕爆，脊椎痛怎么听起来有点可怕？就是那种你知道吗？我这样坐着，然后我没办法挺起来的那种痛。但是我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。但是我那一阵子真的是，我练了一手，然后我连站起来我都有困难，我就，磨掉肌肉，不是肌肉，就是那种好像你长骨刺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地方。然后坐着，然后你要往前的时候的那瞬间会很痛。背肌拉伤，应该就是脊椎的那一条的最尾端的那个地方。对，但是我现在好了，我就说他应该某一天他就自己会好，然后他们一直说不行，你要去看医生。我说没关系，那个应该是我过几天他就好了，然后他就过几天就好了。肌肉酸痛不是肌肉酸痛，尾椎就是有种，你没有就是很像骨刺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会好几次，就是你觉得它是里面在痛，骨头的里面在痛，然后就会觉得你会瞬间痛死的那种死亡，你会死亡。然后就是真的睡觉起来会起不来，然后蹲不下去，弯不下去，站不起来。但是其实你叫我跳，我还是跳得起来。就是你叫我跳的时候，我还是就是拼命的给你撑起来。但是结束之后，你如果这样不动，大概几分钟之后，要再弯的时候就又感受到它很痛。问你应该不想。有经验的人吗？目前理解还无法理解，无法理解吗？反正就是不是肌肉的痛的那种，是骨头在痛的。你们有过就是跟我膝盖说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天气太冷，膝盖会突然很痛的那种内部的痛，对，痛在里面。就是有种内伤的感觉，但是我也不太懂为什么会内伤。骨刺受害者会卡啦卡啦，不会卡啦卡啦，但是你就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卡在那边，那种很痛。痛风，看来我痛风是吧？应该不是痛风，痛风不是说什么是吹到风也会痛，没有这么严重。酸酸不酸，就是痛。超好笑，我连弯下去都弯不下去，一个这样我就会觉得快死掉了。天气变化会痛吗？脊椎压迫，坐骨神经，就是 reset， 大家有看过 reset 吗？大家是不是还没有认真看过 reset？有没有？你有感受到那个腰吗？我大概就是那个腰用的太大力，然后我就直接阵亡。
直接阵，我在阵亡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什么？那个腰，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死亡，跳这首歌真的是死亡，根本没办法下去。看出来腰很扭，有吧？看得出来吗？这个也很累，根本这个腰我真的是会死亡。这个真的是我用尽生命。你们有看到刚刚那个吗？那个，只是，我现在感受到了，我现在不要，哦，痛啊，好痛！没关系，我觉得我不要用力就不会这么痛。对，应该过几天就好。一个 move， 看来我不能太大的 move。可是我跟你讲哦，认真要跳的时候，我还是会 move。腰用太猛，觉得是真的是太大力了，所以哈哈，反正是太大力。可是我多多少少还是有用腹肌在撑的，哈哈。对，我就是那种要跳的时候，我还是撑得过去的那种。虽然我痛，但是我撑得过去，撑得过去，咬着咬也要给它弯上去。去拔罐治疗，这个是要靠拔罐，还是我要去针灸？好好暖身拉筋，我昨天有好好拉筋，昨天就好好拉筋，对。腰痛的时候怎么跳？推拿之类的，我前阵子才去针灸，很久以前的事。过了很久，忘记是什么时候。还是要看一下医生。我现在不会痛，就只是刚刚好像就有一点，因为它要复发。老了会被风湿。刺进去的时候感觉很酸，我有针灸过，被针，我每次都被针头跟那个脚，还有这样插在我的头上。第一次真的是很痛。像运动员一样有推拿师，不是说那个吗 ？AKB48 剧场会有，就是后台会有那个可以按摩的地方，会有人在那边按摩。我真的希望我们也有。你有只是想想，不会痛啊，但是就是刺进去，然后你会有种。微微的痛痛，电疗，小心一点。热敷，刺下去拔出来，刺下去，可是我中间会有感觉，就是很痛。就是泡温泉，我们去了很多地方，
没那么有钱，对，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钱。在宜兰，在宜兰，在宜兰。最痛的就是刺进去，刺进去那一刻，跟有时候他刺的比较大力的话，就会隐隐的痛，头皮就隐隐的痛。因为晚餐真的是热炒，那个其实是午餐呢、啊。我们没有晚餐，就走了，就回台北。北。有钱找推拿师，不要还。他刚刚自己关掉，在我切网络的时候，他卡住了。他卡住了，然后他就自己断掉，鼻子好痒。自己断掉，对，他自己关掉了。我这样切的话，他不会切断。也复伟的告白气球，还是有点卡，对，他还是在不稳，他不让我。不让我切我的网络，我在追 Twice 吗？没有，但是我有听歌。阿丘断线法超级无敌的慢，超级无敌的慢，我刚刚的礼物都消失，刚刚的礼物都消失。谢富伟的油桐花，但我根本不知道刚刚累积了多少哎。关网路，关他网路，现在只有89KB。谢谢新颖的香槟，谢谢贝卡的新之冠，谢谢夜市冰泉的带你去流浪，金宝箱。呀吼！直播太难了，晚上都会卡成这样。为什么每次都卡成这样？好亏，空班哇，空班哇。聊天室又炸了，什么意思？太多人同时在线，是吗？这样的问题，一定是。心累了，心累了。都是他们的锅，不是我的锅。以前没有这样，最近比较卡。这两天很不稳，一直都很不稳。金箱子了，亏惨！为什么亏惨？为什么亏惨？金箱子很贵是吗？晚上好哦 ，Hello， 可能该换。5000啊，金宝箱要5000吗？5000超不划算。依然人对，对的，爱你几点？今はダメですね。刚从流浪，最近浪都怪怪的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没看过你，怎没看过我？
年纪十八岁，你也是 EN 人，你们要不要认识一下？先去洗澡，拜拜卡丘。谢谢北原神社的油桐花，千错万错都是让的错，都是让的错，不是我的错。我们要迎接八点的到来。只想认识零一九号。哈西ペンギンさくらに投票したよ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レイチに会いに行く。はい、待ってます。谢谢。谢谢 love。怎么可以卡成这样？帮宜兰粉丝牵线，宜兰粉丝牵线，牵起来。不，耶！现在圣文的时候，那一起游戏闹，断掉时是会不会有问题、啊？不会吧，应该不会吧。月老星，牵起友谊的线。牵起大家友谊的线。现在好像不太卡，度过了八点就不卡了。看大家的现实动态，现在让有时八点是一种魔咒，八点是魔咒吗？反正就是卡到一个爆炸。现场示范查水表，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一下今天 Belfra 如何。没现实可以被查。没了，看完了，好快，大家不会那么早，就破虾，马上破虾这样子，好吧，大家不想这么急，可恶，我真的等官方的账号了。我只能等大家的，等大家的 report。现在只有两篇是吗？三篇，现在我只看到了三篇。我们来看看这位写的 rapper， 谢谢翠翠的心之万。最快要四个小时，四个小时才生得出来吗？我只看有我的部分，这样比较快。过结束，我看完了，因为我的 part 只有一段。直播念 level 不念，大家自己看，自己找来看啊。我把这个隐藏，我被奇怪的人 take 了，我要隐藏起来。
奇怪的人，他好像被奇怪，就是有时候会被奇怪的人 take。500是新的，轻轻松松。昨天只背几张 Daisy， 没看到春丽头，伤心，伤心一波。然后封锁他也是不会啊，反正他就只是个路人啊。不知道写什么 ，ET 的反正不是不是，是那种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的，突然 tag 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人。隐藏后封锁，等待着出场的仙气，那是在后面站了很久，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了什么猜拳大会，猜拳大会一定要很久，就在后面等他们猜完。没看到，想被锁。太久了吧，聊很久，看看，聊太久，真的是聊太久哎。闹钟，跟小慧猜看看吗？什么意思？跟小慧猜拳，好啊，我在找他猜拳。其实我猜拳不算弱，因为我跟刘雅欣比，永远会赢。妈，我的闹钟，闹钟这个时间响，我要卖咖啡。我是一个努力制作咖啡的人，我现在好好的玩。学习，卖咖啡，我妈要卖少女咖啡枪。有人在卖少女咖啡枪吗？妈收回它。你点赞，你要拉花，我不会拉花。保留一个在店内。小琴猜拳很弱，小琴就是一个游戏黑洞，他就是一个游戏黑洞。等宜安行出来，你们就可以感受到他有多么的黑洞。马友猜拳也没有很弱啊，是别人太强，绝对是别人太强。小慧来玩，期待宜安行。实力业配游戏，业配游戏，他都没有在玩。我要去摸头，我要找一个，这个，摸四次。请客都是用猜拳的是吗？那我们可能先破产，差100就有10，用送的比较快。哇塞，粉丝滤镜开的可以，永远是小情景。大家是不是已经废了这个游戏了？跟大家分享我的爱玲，我现在只有50灯，
会考就这样而已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是前几天抽到，我用免费的抽到，抽到了一个联动活动本山，很久没打开了，但很久没打开。好多四星，这样算多吗？烫伤不是烫伤，你缺好友，你不缺好友。不想吃。都去玩动身了，你在努力动身。我的大头胎全部坏掉了，浪费很多钱。师傅前姐，我拿到了这个四只四星，不止，有一二三四五六六只，我有六只，六只。没时间卖，对，而且都很低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卖，结果最后就来不及这个。叫其他人自己捡，哈哈哈。不是啊，他们就是他们没有钱，就只能给他们一些些、啊。但是我也没有很多钱，他听说要去跟肉肉要，肉肉比较多。那个伤超久，我去看医生，我去冷冻，急速冷冻。我是急速的，好进 QQ， 我忘记贴起来，我应该要贴起来。至少丢一袋钱进去。自己跑去栗子岛丢钱，丢钱是在要跟肉肉要，肉肉比较多，六千多万欢迎来钱，这么多，可恶，还不能去，既然不让不能去，真是太可恶了，太可恶了。我忘记按自动开始。最近还有什么活动？是不是没有活动？除了今天投票截止，还有什么活动 ？B 组也没有宣布什么东西，是吗？没有宣布什么东西啊？六月不是很多，六月底啊。谢谢草莓酱的新食馆，安安 ice， 又突然又出现了 ice，ice 就像鬼魂一样，身一下出现一下不见，反正都没有你的。六月 mini hunter 的握手会，哇，我忘记了还有握手会这个东西。现在的声音才像鬼魂，是因为没有听到声音，不然艾斯的声音应该比我还像鬼魂。看到你的 level 有啊，如果在 IG 的话我都看过了。忘记六月还有握手会，很热，不想面对，不想面对六月的握手会。
而且我去了宜兰路哥哥，然后就整只腿都被蚊子咬，被咬到饱，超痒，然后一直没有好，到昨天还请经纪人姐姐帮我折，不要下雨，那就不要下雨好吗？可以要求换场地，他怎么可能换场地，然后会没有 money， 因为场地比较贵。是蚊子的口味。全换了，对啊，要全换。有看到我脚上的蚊子包？移动式冷气有用吗？大家有用过是吗？表面的蚊虫的，我真的是喷到满还是没有用，喷到满。小风扇。哪里的猫的叫叫的这么难听？大型的有用，一直被你吸引，谢谢。竟然还会被蚊子叮，小心真的是超会，他超会被蚊子咬，我真的是为他节哀。但是大家都不遑多让。大家都蛮惨，大家都蛮惨，被刺到什么，被我吸引，不 OK， 会想要放洒水器，它这样会有水蒸气，会有很多的水蒸气蒸发，超多水蒸气。下次可以再看萨库拉，希望下次可以。窗外特工会很热欸，那一套应该穿不住吧？但是它里面没有穿，泡在防蚊液里不是温泉，应该要做一个防蚊液的温泉。还有什么牛奶浴，然后什么玫瑰，什么薰衣草。还有乌龙茶什么的，所以这些新冷气需要这种，他们说有不是吗？只是我不太懂那是什么东西。泡在防蚊液里面握手，我们直接把那个酒精变成防蚊液这样子，见证护手霜，这样护手霜也不会是香的好吗？这是臭的护手霜。小孩的冷气真的有用吗？小孩冷气那是用行动充是吗？还没到会场会先去警察局。结束时间应该灯还是亮的，一直喷一直亮。酒精不凉啊，酒精会凉吗？你要买那个超凉的那种擦身体的，真的是超凉的，那个超凉。一直蒸发，挥发的时候，那你直接拿水就好了，水也会凉。挥发起来很凉，真的、哦？为什么没有看？算是人的钱，挥发。带走热量，差点会痛死。他标榜可以擦脸，竟然不擦脸。
吹耳光插在行动行充上就可以。酒精会伤肌肤，对，酒精会伤肌肤。Hello 王子，嗨嗨。喷绿油精我说，吸绿油精。我前几天才买了新的，这个冰凉。结果最后买了这个，买了这个大包的。现在很贵，所以要去屈臣氏美妆铺买，比较便宜。一台在喷阿信超凉，喷阿信是什么个东西？4K 而已。一台在弄不好会受伤，会受伤。啊，按错。爽身粉要出动，爽身粉真的要出动，不然会全身黏黏，一直擦也很凉。快速碰一下还可以，变成握手会的冰雕。买那个凉感，什么东西只要听到凉感就买，这样子浪费钱。夏天冷到会抖的爽身粉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冷到会抖的爽身粉，听起来好像很烫。谢谢刘建谷的枫叶，帮大家讲完。凉感毛巾获奖。冷冰冰的回忆。爱死冷冰冰的人，凉感笑话，凉感一卷三，凉感笑话找邱品涵。谢谢发，谢谢顺义的，那是什么和服？只能凉10分钟，那就一直擦，一直擦。心静自然凉，心中有太阳不会热死，心中有太阳会热死哦。我的手臂的肉变多了，好像有。心中有太阳，小心被 diss。 diss 什么？阿信身上变室外冷气，买退热贴贴全身。退热贴真的是刚贴的时候超恶心的。阿潘有肌肉，我不想要有肌肉，所以我要瘦我的手背。漂亮，不能有蝴蝶袖，会红，等挥手的时候会红。今天的浪很诡异，怎么个诡异法？很宕机吗？发生了什么事？不讲，你昏倒了是不是？你翻白眼的姑娘，你这样睡，你的眼睛很可怕。你可不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？没有 no 的选项，对，我的衣服没有 no， 是 yes or yes。
这个是不是太冷？但是那个人是不是很讨厌？他翻白眼，看不到，看不到。那怎么可能看得到他张开着眼睛睡觉？他张开着眼睛睡觉。那个摊子，哭甲，哭甲，哭甲，他没有打算理我。再看，他明明就在睡觉。哦，他眼睛回来，眼睛回来，眼睛回来。他看起来很热，你很热是吗？哭甲，他现在眼睛恢复状态。恢复严重，那个逗猫棒有用吗？没有用。这根本不是逗猫棒，是他的口罩。眼睛回来了，喜欢吹电风扇吗？不，还好吧。他喜欢，好吧。他喜欢好吧，他喜欢吸尘器，他喜欢吸尘器，挂一下梳子之类的。他的叫声很像神奇宝贝，他的叫声很像神奇宝贝，他的叫声很像神奇宝贝。你的叫声很像神奇宝贝，哭讲，哈，哭讲，神秘的叫声，干嘛？哭哭哭了卡哭，考奶，考奶。听起来太委屈，听起来很委屈。会舔冰块，他会舔冰块吗？什么叫声？大家听他听他讲话，没有他自己一个人。快讲，快讲。他没有撒娇的一天，久久交接，请他来当主播。到底在叫什么？他当了0.5秒的主播，他的声音抱怨，他在抱怨，不给他翻白眼睡觉。
他现在躺在旁边，躺在旁边不动，我又没吵醒，我怕他被吵醒。顾家。抱着猫睡觉，就叫它睡觉，它想睡觉。姑娘，夏天很热吧？怎么办？我们出门的时候，它就会热死在家里。我家每天都30几度，34、33，可能会到35，它会不会死掉？姑娘，姑娘，热爆，真的是热爆！每天这么热，房间很热，房间常常比外面还热。叫他开冷气，教你开冷气是不是？你热就自己开。冷气都开着，结冰水给他听。可以开冷气啊，可是不会开一整天。睡觉才开冷气，不会整天吹。为什么一拿你就要叫？现在电话很厉害，你的谁在对他讲话？手套在对他讲话。哈哈，他这样会理这个手套吗？过奖，过奖，过奖。哭架，学不会用遥控器，学不会该怎么办？是哭架与他的朋友，哎，他跑掉了，他回去睡觉，你看他回去睡觉。他现在在做什么？他现在在做什么？喵，在打扫开会墙，对，地板比较亮。这是他的玩具，
很臭，那个手套很臭。家里，这是家里，对的，对的，都是口水，都是他的口水。他的手套的水比较好喝，并没有，并没有。39秒后被抛弃了，一定臭，一定臭，很臭。他现在又是鸡腿，他现在又是鸡腿的样子，快点给你们看鸡腿的样子，烤鸡，过奖，过奖，过奖的烤鸡，屁股。他没有想要理我们的意思，没有想要理我们的意思，好吧，好吧。他坐在旁边，一直照干嘛？我就是想照你。就是想叫你回家，狗收什么意思？哎呀呀呀！太热就会完全不想动，对啊，他都没有发疯。衣服真的很拉发发，ふーちゃんもお疲れ様ですね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疲れ様です。鸡太多没用，现在还有衣服可以拿。超热的，今天超热的，今天练完根本不想要走出外面，我猫都懒洋洋的，真的是懒洋洋，冷气也没有很冷。今天比昨天凉一点，真的吗？我觉得今天比较热。看看这个，它现在已经消了，它应该快要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啊，可是它还是软的，应该不会掉吧？听说它会自己掉。你们都在室内，我们都在室内，没错啦。听说它会自己掉。没有 feel。出门就变阴天，还是给太海边给太阳晒。现在芳芳的桐花蜜，待会回，拜拜。说想抠的，我不抠，他说他自己会掉，我决定我不抠。可是他好像还要很久。再贴起来没关系，等一下洗澡，洗完澡再擦药，先抓旁边就好。抠了会有疤痕，不抠不抠。晚上好哦。
什么一直在抠？我没有抠，我在抠旁边，我在抓旁边。谢谢阿米的告诫。没有抠，我在抠这边，这个跟他明明就有一些距离，我只是抠周围。抠过没有？没有。结果疤还在，有擦药油啊，但我被蚊子咬。啊没有，在这边是吗？这里有一颗，这里也有一颗。哦，看不到，这边也有两颗。抠到爆血！谢谢翠翠的童花饼。为什么在吃饲料？为什么不给它水？它快渴死了。他是不是要中暑？他没有水。给你满满的水。他帮我处理掉了很多水。以前大人是这样。这个鱼丸是红豆饼，真的是红豆饼。而且我好久没有被咬，然后又开始，太可恶。目的是什么？这瓶都是九九喝的，有这样都是九九喝的。可以帮我多喝一点吗，可嘉？这不想喝，给他。没有，他的水真的是没有东西，是干的，所以我要给他。快给他喝，姑娘多喝一点，不怕他中暑。我有靠食物补充水分，你看能量饮料也是很蛮多水分的。我今天喝了木瓜牛奶，喝水淡淡。自己开水龙头，不会好不好？是要多神才会自己开水龙头。Hello， 天气热多补充水分，多补充水分。突然觉得我的手好长，好大，还要上床睡觉了，还要找到一个舒适的地方。自己开直播，要落神。都几点睡觉？都十二点，十二点还不能遮到脸，如果可以遮到脸就很大了。半夜很累，我有睡。这种做法是哪来的？自己花的。我只有包包头跟两个包包头是用 P 的，其他以外都是我画的，画出来。
讲，跟你讲，怎么那么可爱？可是他还是不撒娇，可恶！画的超像真的。谢谢新之馆，谢谢花生的新之馆。什么手势？我刚刚摆了什么手势吗？帮你赚不少红包浪花。没有红包浪花，呼噜吗？不太会。打哈欠。这是两片吧。想你红包，三千红包想你，三千红包很多哎、欸，但是反正他可以回收，应该抢不完，他应该要有那种就是抢不完剩下的给我就好。你吐了是不是？哭奖？是吗？他吐了吗？妈咪啊！你看他是不是吐了一坨在那里？是吗？是吗？是吧？吐了，哭奖。真的很像大便。吃到什么？他吃到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吃到什么？他的吐很像咳出来的，他是刚刚是他是出来的，吐了很正常，吐大便不是大便好不好？是长得像大便。风一般的过去。就有中暑了吗？应该是猫毛。吐完它就可以开始运动。吐完就可以运动。所以它刚刚不舒服，然后吐完它就舒爽。吐完就舒爽。吃啊！吃啊！不然会坏掉。你要吃完。我吃。这是什么？它不是有分很多种？你是不是都把它混在一起？它有三个口味。就乱吃，应该是他刚刚吃太快了。吃到一堆猫，就是那个橘汁香的买的金枣是吗？你喜欢这个吗，姑姐？他一定不喜欢，想也知道。香吗？都一样啊。我觉得你可以把它拿去冰。
突然一坨毛。我家蜜饯可以编毛衣的吗？应该还不行吧，直接织一件给他的。到底多喜欢塑胶袋？嗯嗯，羊毛毡，羊毛毡过奖。嘿嘿，一直坐在后面，谢谢傲奖的告白气球。做的有带回给妈妈吃吗？还没有带回来，还放在台北。收到这个惊喜，为什么过年会收到这个？过年都是收到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啾啾，唰唰唰，唰唰唰，快讲，快讲，这是毛线球在还他，小虾还在吗？小虾给。大姨养，我怕我会弄死他，我怕我会弄死他。你到底在喘什么？他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一直在喘？他为什么一直在喘？你这样很可怕，副将。谢富伟的油桐花，生态虾，生态球只活了一个月。他说有人养过最长18年呢、欸，你觉得相你相信吗？相信他18年，他到底在干嘛？握脚，握脚。他怎么那么爽？他怎么那么爽？我也不知道感觉在说什么。是否你茅草腔调，不安静的尾巴。尾巴在动，可是不是狗吗？是狗尾巴在动才是开心，猫尾巴在动是开心的。很健康吗？这是在干嘛？
小心。地板弄脏。哭嚓哭嚓，就姿势很性感，这是什么值得赞叹的事？他今天是来帮忙，来帮忙的。肚子看起来很粗吗？肚子看起来很粗，肚子很性感。他开始吃，又开始吃了。猫会发烧吗？它是不是发烧？它现在是厌世，是不是？很厌世。舅舅比你还多，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谢谢明的告白气球。39度左右，那它可以多最高到几度啊？抱着舅舅睡觉狗，小时候而已，超小的那种事。厌世生血，猫温暖的很。谢谢阿信的有心之感。我的衣服是 yes or yes。水蓝色的和服，他会走上床吗？会，有时候会。网络是不是不太稳定？是这样一回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今天叫做 Yes， Oh Yes。女版题，对，很少。因为也不多啊，我也不多这种衣服，只有几件而已。哎呀，还能玩动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我没有要玩。记得怎么买来的吗？就是买了啦。买的，凑500块买的，这不要，应该是那个吧，宜兰的，然后还没好。不，如果再让 live 比的话，我大概一辈子都可以赢。演唱会题，这个是演唱会题吗？这个超不像演唱会题。
而且他刚刚还很厉害，他刚刚要吐的时候还跑到角落吐，飞奔到角落吐。有藕包的猫，有藕包的猫。还好他刚刚没有吐在床上，不然他被我妈杀了。藕包猫，藕包猫。我现在35等了，各位，我进度非常的顺利。大家都用网页看是吗？网页看会写留言，会写 web 是吗 ？web， 大家会看得到。晨晨正在玩，哪里都能吐，哪里都能吐，不是一件好事哎、欸。在床上会被吊起来打，真的是会被吊起来打。强化。又要挡在门口。网页没有红包，9点啦。网页版留言，原来如此，大家都用网页版玩是吗？看直播，强化成功，耶！我也从新资管，新资管，我现在到哪了？忘记了，忘记我刚刚在做什么事。我的日常，用手机要截图，家里没电脑。9点啦，我今天也很肥，我今天也很肥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意外的，我以为迷你康斯会有很多东西可以讲，结果竟然没有。也是后来看小葵直播，小葵直播 showroom 吗？我下载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打开过，还没有打开过。非常赞，范围只有华山。Mina 等级超高的 ，Mina 60等，Mina 60等，62。我要向 Mina 看齐，我要成为60等。80。天哪，现在有 YouTube， 我知道啊，知道。为什么这么久？还有2个小时？好吧。Mina 不是不打手游吗？他可能因为我们一开始可以玩，我们一开始可以测试玩，就是试玩那个。手游就是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什么异世界，然后那个时候也是 iOS 的可以试玩，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安卓，所以他没办法跟着我们一起试玩。然后这次是少女咖啡香，然后我们一样是 iOS 可以试玩，但是他没办法先试玩，所以他一样也没有玩到。但是我们就是玩了，但是我。
因为一直要换账号，所以一直重玩，所以就有点懒得重玩。但我现在有比之前进度快，虽然我剧情都看过了，剧情都看过了。一个礼拜没开游戏，没有啊，他一个小时前上线哎、欸。换 iPhone， 对，他终于换 iPhone， 所以他现在可以认真的玩，以后就不会有唯一的安卓的问题了。来念大家的排名了，那怎么念呢？要念日榜什么的吗？今日榜，日榜。今天的第十名是阿米，谢谢阿米。第九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。第八名是傲奖，谢谢傲奖。第七名是傅伟，谢谢傅伟。第六名是阿杰，谢谢阿杰。第五名是咸鱼，谢谢咸鱼。第四名是夜市冰泉，谢谢夜市冰泉。二名是金柚，谢谢金柚，谢谢金柚。第一名是新颖，谢谢新颖，谢谢民宋的我来签到，我来签到，你来签到，他来签到，我来签到，谢谢大家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拜拜拜拜拜拜，会讲拜拜，会讲拜拜，会讲拜拜，拜拜。你可以姿势不要这么丑吗？会讲，拜拜拜拜拜拜，会讲。他要扯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下礼拜直播是什么时候来着？礼拜二吗？下礼拜是礼拜三直播，跟礼拜五直播。拜拜，各位。Say goodbye， 拜拜，下礼拜见，谢谢，撒悠那啦。